接下来出场的这对双胞胎叫祥云兄弟，哥哥是杨林，弟弟是杨健。15年的杂技练习让两兄弟形成了特有的默契。今天他们能把握住这次机会打动三位评委老师吗？太紧张了，这又是一个让我看到的力与美的一个精彩的表演，惊险刺激。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彬彬你怎么看？我觉得非常的精彩，这种默契的程度可能只有亲兄弟吧，双胞胎这样的相互信任，你们做得非常非常的完美。
练这个杂技非常之辛苦，你们后悔过吗？我不后悔了，因为我觉得这是挑战我们两兄弟的亲情和兄弟情，就是把我们的不可能变成可能。那么为什么来到出彩中国人的舞台？因为我们就是想用通过这个节目让我父母放心，我们放心我两个儿子，让他们永远不要觉得我俩从小学了杂技没有文化。我觉得杂技带给我俩了很多，让我俩也学会了很多怎么样去做人，怎样去坚持，怎样去为了我们自己的梦想而前行。太好了，爸爸妈妈应该为你们感到骄傲。你们的梦想是什么？大声地告诉我们。我们的梦想就是想通过我们的演出到全世界把我父母带上，边旅游边演出。这个梦想蛮靠谱的。两个好儿子，你们的兄弟之间的这份深情在这个舞蹈当中非常好的体现出来了。我欣赏这样充满着力量与美又让我们感动的节目。我的决定是出彩。谢谢大师，谢谢。我觉得就今天的表演而言，对我来说我挺满足的。我的决定是出彩。谢谢大师，谢谢。两个出彩了，给一个小姐戴面具上会更漂亮。我要给你们出彩，祝你们成功了。兄弟连心，其利断金，彼此的信任和心有灵犀，也是一种超越，一种出彩。